是火药粉吧？逆潮而上，猜不透你在里面。学习，懦夫们不要害怕。 怎么还没有升级呀？放个眼线，迎着风上吧！人人有份儿。哎呦，这也能跳到？哎，什么也不剩。 装什么东西？你还牛逼的过过塔迪？哎呦，好看哦，还叫野男人打我。 哎呦，坏了！这不是打死我？哎，差一个兵升级，老子他妈烦了一逼，我操！ 经典，我死了，打野来收拾。哎呦，我那个小兵死了，我就升级了，好烦呀！残忍要有目的，小子们。 当心炸药桶！我就和我的船一样，不会下沉。要不是打死我。 给你牛逼的！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。掉的水也不少。面对我，你就是蛋。还他妈抓，干死你还抓！ 哎，哎呦！把他们从头砍到脚。 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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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叫默认以后灵魂伤害能传90%？什么意思？下个版本有很多装备改版吗？脏乱的死亡就是对你的第一。
一次警告。学习，人人有份儿。Shut down。我任何时候都要水手，圣人，当心炸药桶。干几把呢？啊，一个好看，二把。没人能阻止你逃离危险。你凭什么分输？不开大，不开大。哎呦我操，稍微没出来，电脑有点卡，兄弟们，虽然有点丑陋，不过还是单杀的，点到地板去了，习惯用左键 A 人。插把刀进去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他妈哥巴还变身了，我操，这离谱！这么快吗？他怎么八分钟变身呀？啊？离谱了，八分钟变身呀！是福全凭自己，伙计们。海洋也许很热度，但我比他更快。是火药粉吧？谁总开？伊尔吉沃特只有一个化石人，那就是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发现，我看他们中野都在，打不了。我的所有追求就是一艘好船和一群坏蛋。要回家了，好像。好像在这里。当心炸药桶！不在的话就是回。追着他再 Q 他一下就好了，不过伤害不够。完了，火气大，完的。懦夫们知道害怕。我操，你这能打得死我？上吧！
就说你准备啥？恐惧之外，什么也不剩。吃火药粉吧！偷来的，我得多少钱？Shut down. 是时候做出表率了。Enemy double kill. 是时候做出表率了。学习。准备好主炮。被恐吓的人才会忠心耿耿，人人有份儿。我昨天去游泳的时候，我用那个阿什么夫那个洗发水，是他们游泳池那店里面的洗发水，洗得我头发好油顺，但是我现在头好痒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。越了。这把不活了。OK， 我知道是什么洗发水，以后打死不买这个。残忍要有目的，兄弟们。当心炸药桶！这个是体质问题，就有的人用的好是吧？我用的我头痒，我操！就和我的船一样，不会下沉。这么快喽，走不了喽。这么不要交替了。如果这么多人用都不好用的话，那怎么还有人用呢？开玩笑。没舌头的人才不会还嘴。打个窝衣送给兄弟们。有点慢呀。我任何时候都要水手，不要圣人。没人能从我这儿。硫磺肥皂我现在也有在用。
我偶尔会拿来洗脸，洗的确实干净。受死吧你！神人带来忠诚。我要粉吧！好家伙！落叶能动了！不要追我！插把刀进去，不疼啊！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就感觉会洗得很干净啊。洗的巨干净，好吧。真有理，有的，这个东西是真有的。他这种东西就贼爱在乡村那种小超市或者在路边那里摆，就很多。是臣是福，全凭自己。我的满足。赶尽杀绝。是真有的，我们这边最多假的，就那种椰汁、玩脑皮，就这种。很多，我操，被抢！比尔吉沃特只有一个化石人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得做个破剑子，对吧？我要做破剑子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我的所有追求就是一艘好船和一群坏蛋。那我回上路去了。硫磺肥皂怎么样？硫磺肥皂是真好用，我现在也有在用，但不建议天天用，一星期用两次就好了，洗的是真干净的。要么像男人一样战斗，要么像个狗一样死去。吃火药粉吧。咋了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在，他们上单也倒了。懦夫们知道害怕，他们很聪明。啊！这不直接死了，一个大，我操！这他妈过分了，什么东西啊？直接死了呀！也没收集者呀，他大招一下来我就直接死了，我操！这陈伦送的超火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主破剑者才有用，而且我们这把坏，给我们彻底坏事，管不了他们中野这样抓人，他们中野都比我们这边灵活，下路也比我们灵活，这太看我们的意思了。
看一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定一下。再往里面一点丢就好了。我操！不过大龙应该是有。龙四是吗？我看对面多少头。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。两条拿了这条三条，如果我推上路估计是拆一路高地，我这波是没有大招支援队友的，我得去正面这波。那小龙压力不能太大了，虽然我这波出的是破剑者，但是也是可以来正面的，没有说破剑者就只能打团。装什么东西？祝你还跑快快！祝你还跑快快！你怎么跑快快？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，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。这个是霸主皮肤说的话，改版之后就是背景故事改了之后的那个皮肤，就是我虽然失去了我的船，但我没有失去我的灵魂。这个就是狗船长说的话。还有船，船还在的时候，我的船就是我的灵魂。他的船被好运姐搞没了之后，就是我。打不动吗你？没舌头的人才不会还嘴。主播名真名叫什么？主播真名叫陶大勇，小的时候被你打过。我帮你回答一下。脏乱的死亡就是对你的第一次警告。当心炸药桶！你们推中。我对象，我任何时候都要水手，而不要圣人。受死吧你！没人能从我这里偷东西。飞出来，我操！飞出来他也死了，哥们怎么被包了？不是萝莉这个伤害，我还能再操作一下，几百滴血。你都没打着，萝莉。萝莉打野中单都没打，
嘻嘻声没听到啊，你们听到了你们又不说什么意思啊？插把刀进去，听到了故意不说是吧？这个怎么是这样喝的呀？是沉是浮全凭自己，伙计们。就是啊，还用你们教？莫非朕不知兵？嗯？哎，他们上单去哪了？我没见过他们上单。比尔吉沃特只有一个化石人，那就是我。所有追求一艘好船，坏蛋。你们还慌不慌呢？打这个是没有伤害的。吃火药粉吧！哎呦，先攻击 A 掉的。受死吧你！你干鸡吗？哎呀，我操！有事。